米迪安丹丹，大家好，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参加 Paramashivo Ham Level 3第三级课程第五天的这个收获，这个感受哈，就是每一天都超过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精彩，更加的让人振奋，还有非常的感激。对，就一个强大的点化，在2个多小时之后，我现在整个身体还是在这种能量当中不断的串升。就是帕拉玛希瓦在我们的身体呀、注入一股非常强大的这个超意识的变异的这个能量，超意识突变的这个能量所带来的这个强大的这种释放掉我们在这个底轮啊、根轮就海底轮的这个不圆满的愤怒啊、嫉妒啊，还有就是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那种情感、性爱的能量的阻碍。就是一种无可比拟的这种圆满，透过这个帕拉玛希瓦注入的这个能量，一瞬间呢，它就真的有带着一股非常强大的圆满，一股非常强大的这种力量，就是从我们的山也这样咻，然后就直接下坠到我们的海底轮。那一瞬间你会感受到所有的那种不圆满的模式啊，还有生命里面的一些记忆，就是生物记忆跟肌肉记忆，它一瞬间好像被移除。然后那个被移除抽离的感觉呢，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很大的震荡，就是我们想说好像昆达里面一直在震动这样，但是事实上我有感受到了另外一股能量，是它是抽离的，就是抽离掉了这种很根源的东西。比如说我不管我们是过去啊，还有是就是我们有记忆以来的这些发生的这些不圆满的事件啊，我觉得在海底轮里面可能跟女生有很多，比如说生殖方面的啊，包括就是我们女生的经期啊，还有很多很多不圆满的一些情感的情爱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储存了非常多的不圆满啊，甚至愤怒的模式跟这种阻塞的情绪。然后我本来以为我这些东西应该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来做圆满了，但没想到在今天的这个点化之后，那些东西一瞬间，你真的是一瞬间看到好像在放那个幻灯片这样，啪啪啪，好多事件这样啪啪啪，然后就一直抽走，一直抽走，一直抽走。所以那种感受啊，我觉得我实在不太会用文字跟语言来形容，但是它这种带给我们的这种能量，就像当他要注入这个能量之前的解说，他用在来自宇宙的54种声音的频率跟就是再加上上师56种声音的这种合并，我感受到那个能量就像声音传递，从声音是从我们的眼睛传递过去，传递进来我们的海底轮，那是一瞬间的。所以呢，这种能量啊，在过去我没有真的没有体会过，即便有这么多次的点化，我感受到非常强大的能量，但是今天的这种点化，就海底轮的点化对我来讲真的是超乎我能够想象的这种强大。那所以我也很难用文字语言跟大家形容，我只是觉得大家如果现在有这么好的方案，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参与，就是你今天真的很想参与，你就赶快去办理这些注册的所有的手续，你可以马上加入这个课程，你真正可以来看到这个每一天不同主题的这个课程跟点化注入我们生命当中的那种 DNA 的改造，真的是非常强大。所以呢，你也不用太多的犹豫啊，太多的还要再去问谁，还要再去就是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觉得好像应该要透过自己把它弄清楚课程到底像什么，那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根本都不需要再去想，这些都是逻辑的，我们的那些线性逻辑的二维的东西可以在这一课当中都可以完全把它丢掉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是完全体会到不同的宇宙的这个宏观宇宙当中的不同维度的所有种种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能量，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自己来体验才能够理解我们在说什么，是真的是这样，即便我说破了嘴，如果你没有自己来亲自体验，你很难理解就是我们感受到的身心灵魂的这种激动跟这种澎湃。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的想要呼吁大家，就是不要错过，真的不要错过，错过了真的会非常遗憾。即便他未来还会有很多的课程会参与在整个凯拉扎的生态系里面，但是这一瞬间这个宇宙当中的这种震动的频率，你怎么可能不参与呢？对吧？好吧，赶快
行动，然后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的话，可以跟我们说。我也是志愿者其中之一，我也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在这当中所有的收获跟体验。OK， 你别人的单。